是彼此会知道，对，然后我觉得他们音乐很厉害，因为完全不是我擅长的范围，就是完全是一个新的地方。那我觉得对我不了解事情，我都是抱持很崇敬的心态在面对这样子。哦，我们其实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这次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最新一季的衣服刚好就是以未来感，然后数位创新这种跟我们已经音乐里面这种追求创新是很符合的，所以会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。我是还没有定妆，所以我蛮紧张的，应该就是黑黑帅帅的样子。够了，对。不然我穿泳衣去。我觉得可以，拜托。红毯第一帅吗？ The Grand，然后我几个谁入围？他，然后就我，对，对，100分，对对。之前拿奖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前几天看到那个金色蟑螂，然后对我们来说，就是看到这种特别昆虫的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sign。那我们这次在彩排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昆虫，所以我相信一定是有它的旨意。我是没什么信心，但我还是会很。 我觉得准备好一个得奖感言是一个入围者应该要做的一个功课，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我还是会很非常尽责的把这个得奖感言准备好，然后希望说入围者他们都是很开心的回家这样子。那我其实就是这次有一个就特别喜欢，就是有看到苏运良的作品这样子，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他的作品，然后很喜欢荒井实三老师的制作，然后同时之间就是因为那个杨乃文他发了专辑，就是跟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音乐人合作嘛，可是就是没有纯人声的部分，所以我就希望如果还有机会再出新的作品的时候，可以来找我们一下，有更多新的元素在他的专辑里面。